假，然后今年23岁，身高171公分，然后我的兴趣是跟大家聊天，我蛮喜欢跟大家聊天，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还蛮开心。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偶尔接个外拍或者走秀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感情状况？感情状况现在就是保密吗？保密状态。好，保密好。对。好，那这段可以剪掉了。兼职 model 这部分，然后未来会有想要尝试着去闯看看演艺圈的路线。然后我的家庭是属于从小父母是比较属于严苛的部分，然后就是会对我的言行举止啊，然后就是事事都比较注意，然后会去提醒我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因为长大了，就是父母也比较放心，然后个性又比较独立，所以目前的父母他们干涉比较少，就是比较不会去干涉我，会尊重我这样子。这样就是可能运动部分加强，然后一些专业的部分，比如说美姿美仪啊，然后会尝试的去就是学习舞蹈这部分，对，然后还有各方面，就是简单的说，该加强的就是该加强，包括身材，身材，你身材还需要加强吗？要，那就瘦一点，对，对。拜拜。